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黄板与防虫。黄板呢，能有效地控制飞虫，这是挂在葡萄架下的黄板。可以看到粘了很多飞虫。这是挂在甜瓜架上的黄板。这个挂在高处。黄色呢，具有吸引昆虫的作用，而且不怕雨，使用时间长。Thank you.